充满希望。嗯，我也希望就是自己可以在这个希望里面，尽自己的力量。在公益的道路上，我还是一名新人。我愿意借这一次的机会，向公益领域和扶贫领域的前辈们细心的学习，虚心的请教，努力提升自己，希望在以后可以参与更多的这样的公益活动当中。谢谢大家。可以碰吗？可以碰，可以碰。小米加步枪就是。对。哦，是啊，就是毛主席说的，知道鱼线小米以后，毛主席说小米加步枪。哦，是啊。太行山抗日战争的时候。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不知道来自于鱼线。对。其实吃在嘴里，它咽下去之后有一股回甜在嘴里。是。产品最好，但是实际上这几年由于这个知识盆地。有区位优势，但是没有交通优势。最高端的一个罐装小米，小仙女，300克。叫小麦秧。对，做人，哎，我们就要诚实。对，我们做事就是实事求是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小米还是得咱们雨线种出来的才行。精炼的最终的一个工序，所以这个是最后一道工序。对，这块是最后的一道工序。这是我们的餐谱。成为大师得多少年啊？这个只有我们特优开悟性。第二步这叫什么工艺？刻金。啊，刻金。对。这个得心特别细才行。对，这个得静下心来，然后慢慢的去研究探索。这个呢，就是可以给你们送福了啊！哎呀，好好好，谢谢老师。来吧，同志们，一人一个，送福啊！谢谢，送福，来。这就是工笔，传统的工笔，但它的颜料不是普通颜料，它是自己自创的一种矿物颜料。就是同时在做，他这一做以后，他可以认出四张。哎，那不会这就是不会变成最后一张的颜色最大的？哎，一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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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是吗？这个好，这个我不行吧？你行，好行，这个行，那这一把，这一把。你想让它往前走吧，你走不了的，你就来回这么来回上下动，你动不动它自己就走了。哦，你如果你着急啊，越着急越不走。因为我是觉得我自己对工艺的这个认识，我觉得工艺它很大，就是我每天做一些小的善事，你可以把它算作是工艺的一小部分。所以我来做这个工艺，我想是
细水长流的一直把它做下去，能尽我自己的一些绵薄之力把这些力量凝聚起来打到点上去。就像这一次雨线，确实我来了，我就是来了解他们具体他们需要什么，而不是说我只是简单的我出现了就可以。